似咧 fresh 咧，有成一萬隻咧都係硬貨嚟嘅。你望下呢度飲品啦，啲乾貨啊，譬如誒買咖啡啊，買衣啊，我都試飲嗰啲啊，薯片啊，即係呢類呢啲乾貨嘅，即係我有我經常係幾難嘅。呢兩萬尺咧，其實咧只有一萬尺咧，即係其實咧係入去買啲真係新鮮嘅蔬菜啊，同埋啲魚類。好多街坊咧就話咧買菜嘅地方唔夠，嗰個居民入曬房咧係有十萬年噶，咁但係淨係靠呢個街市咧就不足，即係超市啊。咁所以咧，希望佢哋咧喺呢個商場裏邊咧，能夠增加多同埋咧係多啲平價嘅蔬菜。